这次过来还有另外一件事，就是啊，想让神君放我下去下界探亲。天规第1367条规定，下界需要通行令牌。哎，做什么？哎，你不给我令牌，我怎么下界呢？啊！都说这神君心怀四界，体恤众生，那你也吃爱吃爱我吧。你吃什么了？来嘛！你吃了芥末果实？你可知这芥末果实又叫凌霄禁果，是帮助那些想要繁衍后代的神族仙女们灵修用的。